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五号杜苏芮台风发布海上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报的区域涵盖了花莲、台东以及苗栗以南地区跟澎湖、金门。台风中心在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已经来到我们鹅銮鼻西南方大约170公里的海面上，台风的强度维持中度台风，暴风范围大概是280公里，因此台风的暴风圈已经涵盖了我们南部跟东南部的陆地。预计台风未来会朝北北西的方向，在今天通过台湾海峡南部，明天进入中国福建。所以在这样的路径推估之下，今天会是台风距离我们最靠近的时候。首先还是提醒，台湾附近各个海面风浪都是明显偏大的，海上航行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民众也尽量不要前往海边活动，另外也要随时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在降雨的部分，过去两天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已经为整个东半部地区以及屏东的山区带来了大量的降雨。从星期二累积到目前的雨量显示，在花莲地区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700毫米，台东的山区也有超过600毫米的雨势，而在宜兰的山区大概400毫米以上，屏东的山区大概是500毫米以上。那我们预估今天花东这一带的降雨还会持续。从雷达回波的资料可以明显的看到，其实从雷达回波已经可以看到台风的中心大概走到我们的西南部海面这里。那随着台风位置的变化，整个环流变成是台湾附近改吹东南风，那因此呢，其实东半部都还是属于东南风的迎风面，所以雨势还是一阵一阵，并且会伴随短延时的强降雨。另外在恒春半岛屏东这一带的降雨也会逐渐的增强，因此呢，从定量降水预报的资料显示，在今天上午这段期间，东半部降雨持续，而且比较雨势会比较大，尤其在花莲跟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屏东的山区要特别留意，其他的地区则是比较短暂局部型的降雨。到了今天下午甚至到今天晚上，等台风中心逐渐移动到台湾的西南侧海面，我们的南部降雨会很明显的逐渐的增加，另外澎湖跟金门的雨势也会慢慢的加大，尤其到了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台风更往金门跟澎湖方向的移动，澎湖跟金门陆夜到明天凌晨的雨势会明显的加大。而在今天晚上之后，台湾西南部还是容易有阵雨出现，东半部的降雨则是有机会稍微趋缓。那至于在风力的部分，今天上午台风大概在我们的西南侧这里，主要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直接影响的东南部恒春半岛这一带的风势比较强劲，另外台风外围环流受到地形的影响，在北台湾以及金门跟马祖也会有强的阵风出现，其中呢，在恒春半岛北海岸兰屿绿岛容易有10到11级的强阵风，而北部、东北部、东南部、屏东的沿海还有金门、马祖则是会有9到10级的阵风。到下午到晚间的时候，台风走到西南部海面了，台风外围的这个偏南风到东南风的强风进来了，会让我们南部地区的风力或者是澎湖的风力在今天下半天到晚间也会逐渐的增强。因此呢，今天在台风最为靠近我们的时候，每个地区受到台风的影响程度跟影响的重点都不一样。首先在台东跟恒春要留意强风跟豪雨，而宜兰跟花莲豪雨还是会持续的下。另外在南部跟澎湖呢，南部是下午过后，澎湖则是晚上过后，风雨也会逐渐的增强。另外在外岛的金门，今天要留意强阵风的现象，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台风更为接近，风雨会明显的增强。至于北部跟马祖要留意强阵风的现象，中部今天整天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小，不过晚上之后沿海的风力也会有略微增强的现象。以上就是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不知道现场的记者朋友有没有要提问？我想是我们今天早上提醒说，台风中心东北近，所以气象是有相对的雨势，然后西南部如果被这个雨势扫到的话，会出现强阵风，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是注意现象。好，通常西北太平洋台风在它移动的右半侧，风速会比较大，因为台风本身的环流加上环境风场的关系。好，那大家从雷达回波也可以看到，目前呢在台风的它行进方向是这样，在它的
右半象限这里，就是比较接近台湾这边的雨带是比较强的，所以在上午这段期间呢，恒春半岛这边要留意比较大的雨势。那等到下午过后，台风慢慢再往西北这边移动之后，外围的这些伴随的雨带会顺着偏南风到南南东风，逐渐往影响到我们西南部的陆地。好，那另外就是在整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花东这一带的降雨还是陆陆续续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出现。它的路径是不是有在往北伸？那这个如果它在往北伸，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边界区域的上行方式？好。其实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预测的台风路径大概都是朝就是过了台湾南端以后，朝北北西的方向往金门附近前进，然后进入中国大陆。那路径的话，大概会依照台风过去实际走的状况微幅的调整，不过整体的大趋势并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时候，28号上午，它的中心有机会进入中国的福建，那后续再往偏北的方向移动，那登陆之后，登陆中国大陆之后，强度会比较明显的减弱，所以对台湾本岛来讲，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的影响是最显著的。那对于澎湖跟金门来讲，是今天入夜之后到明天的上半天影响会比较大。那到明天的下半天之后，金门逐渐的脱离它的暴风圈，影响也会缓和下来。